铁板烧必吃荷包蛋，全熟半熟还能客制化，你喜欢哪一种？我喜欢吃半熟蛋，蛋黄吃起来味道蛮香的。荷包蛋从小吃到大，吃什么蛋除了口感有差，竟然跟个性也有关联。铁板烧师傅每天接触客人，什么要求都有听过。一分熟这样子，就是要看得到蛋黄，要有爱心形状的蛋，也可能看个人心情吧。如果今天有带小孩，就吃全熟。网络上的心理测验，分别用四种蛋料理，就可以大概分辨潜在性格，据说超神准。而且在他们面前才能卸下你的保护色，我觉得蛮准的。喜欢吃水煮蛋的代表个性内敛保守，不太敢创新；炒蛋迷则是做事比较靠直觉，思想跳跃，不按牌理出牌。至于荷包蛋支持者，代表个性浪漫，想法多；喜欢半熟蛋的人，则是比较有神秘感，自我保护意识强。没有什么神秘感，但是我觉得下面蛮准的，因为我这边会认定朋友就不太会变，是真的。我觉得就是要参考，可是不过看到食物是蛮有趣的，因为正常都是星座啊什么的。心理测验，有人相信，有人抱持保留态度。虽然没有科学根据，但有趣就好，还能成为另类聊天话题。记者杨生、李云杰，台中报道。里面呢，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，会还原成水，不会残留，而且呢没有污染，儿童、孕妇呢都是很适用的。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机呢？就是上我们的快点购。